一神一动，活力一击够。我是倩文，我是 Leo。 Leo， 你在休息吗？哎，一个人运动呢，是不是很无聊？不过今天不用担心，我们要来教大家怎么做双人运动融合。不要闹了，认真一点，Leo老师。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双人的运动，对不对？是。那为什么会有瑜伽垫呢？因为待会可能我们还是会要趴在上面。那我们就直接先从第一个动作先开始，好不好 ？OK， 好，第一个动作，我先示范给各位看。好啊，怎么做呢？就像这样子就可以了。哎，喂，好，没有来，倩文，你先趴着，来趴着，像我刚才那样趴着。这个毛巾呢，因为等一下随时会爆汗，所以先 UV 着，先放旁边。哎，哎呀 ，miss 掉了。好好。好，待会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腿后勾的动作。那腿后勾主要就是训练我们腿后肌群啊。千文，你其实就趴着就好了。趴着就好。待会呢，我会用双手扣住你的这边。对。那你要做的东西就是，来，你出力。我哪里出力？你出力往后勾。勾。对，有没有？好。腿后是绷紧了。对。然后你看下来的时候，我会拉，但是你要去 hold 住它。hold 住它。OK。对，来，用力。用力。好，慢慢下来。我感觉好像有20斤的重量在我的腿上。这个也是一样，是互相信任的动作。你看，你不能就这样子，我就死不拉上去，有没有？是在摔跤吗？对，好，来上上，对，很好，稳定的哦。然后下来一样是，你要去撑住我的重量哦。好，来上上，很好。哦，我的屁股跟大腿、小腿其实都很酸。我们要特写一下你的肌肉群啊。上，来下上，好。像我这个角色也是很重要哦，你帮他配的重量一定是要适合他哦，也不能够太轻哦。可是如果一次下太重不好，对不对？对，没错。嗯，会不然就急性就拉，就突然就拉伤了。就拉伤了，就慢慢的、慢慢的彼此信任。上，好，来下下，好，让你玩一次，来 ，OK， 来，好，要报复就直接给你加到最重哦。报复的时候到了哈，好来哦，对，要就这样握着就勾着他就好了，勾着就好。然后我像这样勾着，有没有？好，你好像是太大力了，太大力是不是？好，对，好，好，慢慢往下，往下。对，你下来的时候可以轻轻帮我带一下，但是你会觉得说是我可以负荷的重量。OK， 对，很好。其实后面这个施力者也在做手部的运动，哎，你的手部继续也在出力。没错，嗯，因为发现说我们两个都在抖了。对，何必这样子呢？何必相煎何太急啊？是，好 ，OK， 啊，来。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好，待会你跟我做一样的动作，只不过是你躺在那一侧，我躺这一侧。对，待会呢，我们一只脚就像我们刚刚那个融合动作一样，嗯，来在空中，我们两个脚踩在一起，脚踩在一起，对，好，对齐好了，好，好，手呢45度往下摆，好，待会就是直接做屁股夹起来往上蹬的一个姿势，像这样子，两个一起，有没有？这时候屁股是不是夹得紧紧的？对，好，来下来，下。好，来上上，很好。哎，另外一只脚要踩实啊。嗯，对，踩实的哦。好，上上，很好。四下，哇，臀部很酸。对，而且这是单脚哦。嗯，来六，好来，千文，我们换脚，换脚，好。对，好，继续融合，来，预备，起 ，Go， 一，对。你又发现说要配合双方的速度，有没有？对，不可能说你看我就先下来，你都还没下来，要一起，对，一起，三三，很好，下四，非常好，五，好来，各位观众，重点来了，来两只，这个是这个难啊，这个好可以休息，这个可以休息，这个是太强的没有办法，好不好？哇，那没有办法起来就对了，是，来 ，OK， 好，我们下一个就是肩胛骨的运动，肩胛骨，来，千文你先趴着，好。哎，躺下哈，躺下 ，OK。你看，一般在属于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对，我一拉，第一个，它这边是不是整个是歪掉的，是一个圆弧状，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它肩胛骨完全没有把它就缩进去，嗯，这样其实会常常会造成你的肩膀的一个不稳定。哦。上半身最重要的动作就是你的肩胛骨要稳，要稳，这边要稳。我们换一下。好。待会一样就是你像这样握着我的手。好。我示范给你看哦。好。这个是一开始的动作，来上来上，有没有？我整个身体被这样拉出去，对不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你看哦，你先把肩胛骨夹好，来上。又发觉说我上台的时候，整个背是直的。对，而且整个是对不对？平了起来。对，没错，它这样才会变是说我是用这边把我的那个上半身给稳定住。稳定住。来，你看再下一次哦。好，好来上上，有没有？而且直的，对不对？而且我拉你也比较不好拉，因为你开始有出力。
肌肉僵化症有没有？没有，肌肉有在出力啦。是，放我吗？上来的时候整个人是直的，对不对、？OK， 好，感觉有点难。好，先这样子挺胸背夹，嘿，来，好，慢慢的哦，来，甩，有没有成功了？成功了，继续挺直哦。好，来，我们再一次哦，啊，一二三，哎，其实要 hold 住不容易耶。你会发现说胸部都挺出来了，对，有在出力，所以说不管你在做胸背的运动，嗯，上半身都是要保持像这个样子，哦，你要看他的肌肉都绷起来了，这样也其实可以相对背部也是直的，相对可以保护我们肌群，对不对？对，跟骨来换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来上上，很好，光僵尸哦，没错，有没有？就是要这样子，肌肉就是要这样子，对，才能让你的全身肌肉都绷紧，对，有运动到。哦、okay, ，再一下就好了，再一下，好，好 ，OK， 好，慢慢来，好，好，千文来，慢慢站起来哦 ，OK， 接下来哈，我们好像今天都没有做到肩膀的动作啊，哎、刚这边有点也有点带到，就对，对不对？它其实是后三角的部分，后三角，但是我们现在要训练的是这个地方，这里，太好了，你今天衣服穿得太棒了，哎，因为刚好你肩膀有露出来，有露出来，好，好来，你看我们一样是面对面哈，对，刚刚是不是有说肩胛骨要夹好，夹好，对，对，啊，待会你看哦。你的手就这样子垂直的往上抬上去，对，这样上去有没有？嗯哼，一个飞鸟，我会像刚刚第一个姿势一样帮你去施加压力哦。来，你试试看哦，来 go， 有没有肌肉是不是就绷紧了？有没有？来，继续下来，上，这是飞鸟啊。对，来下，下来的时候对不对？我会往里面夹进去，对，那你就要去挡住我那个重量。嗯哼，但是因为我夹起来是用胸部的力量，嗯，那你可能就是。用外面这边对、okay ，所以我会去控制的力量大小哈、嗯，记得是信任游戏，不是去闹不来，加不来，不要乱来，这样会运动伤害。对，好不好，预备好、okay ，来 go go， 对，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很 smooth 的，来上上，很好，继续上 ，very good， 来四吸气，很好，这要配合呼吸对不对？对，你会发现说，你看你的手在抖对不对？对，因为肌肉在绷紧啊，来上。好，这个是非常去配养、配合一个默契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如果我用太多力，一定是被你打。对，那如果太轻，你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弱的感觉？是互相的配合、信任的感觉。来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拉背，拉背，一样这个动作。那千文，你是不是可以继续练你刚才那个肩胛骨的动作了？怎么练？你就是一样继续躺下去。我躺着、啊。对，就像刚才那样躺着。OK。来，我们一样是像这样子，对不对？对。好，就变成是你看哦，你上来的时候，嘿、hey, ，你的背就要打直，对不对？我全身上半身要出力，有没有？往下，好，二二，你有发现说我们两个在上来的时候，我们两个背是完全都打直的，对，很好，我的肌肉是紧绷的，对，来四四，很好，来五五，好，记得哦，你在放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放哦。不然对方敲下去，其实也会不舒服的。对，玩脑震荡，会这样嗡就这样下去了，对不对？好，来交换一下，交换好，好了，这时候就是有仇报仇的时候，有仇报仇了，没有啦，来，我们运动还是要就是认真，你屁股可能要坐下去一点，坐下去一点，好，借力施力，有没有？施力，你背不用抬起来，只是夹背而已。哦，夹背，对、okay ，然后你的背可以再下来一点点，对，好 ，OK， 拉上去夹背，拉，很好，好，很好，拉三。哇，有在抖了哈、啊！对，不好意思，我最近吃比较多。来五五，然后你看哦，千文你可能要拉稳一点喽、嗯。如果说下面也想要练的话，你就是直接把屁股也给顶起来，你就做你的，我就做我的。好，我是不是可以身体这样？有没有？我觉得有一百斤了。对，因为我整个把我身体这样抬起来之后，你就是变得是要拉住我整个身体，把你整个身体都拉起来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强度的一个增加。嗯哼，好 ，OK， 这个姿势这样子到这边，好来。接下来请继续，来躺着。今天好像没有教到肚子的动作吧？对，还没到。好久成瓮底嘛。重点就是要来。千文，你看我们的脚、喔，来。对。怎么做？你这样勾住我这边，或我这样勾住你这边。好。或是你要勾我也可以。来，这样子，这样。对，你从里面勾我。好。然后我们脚都是像这样子。好。坐好。坐好。对，膝盖要起来。好。勾紧了哈。勾紧了。好，来下来。躺下去吗？对，好，待会你看哦，我们就是做一个仰卧起坐的方式。好，但是呢，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手旋转，互相拍对方的手。哦，对，然后下 high five，
来，二，耶，很好，三，耶，很好，对，也蛮好玩的。四，接下来更好玩。哎呦，五，来就来个20个先吧。20个，六。七，哎，平常在做这仰卧起坐啊，都很累，有没有？可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变得好玩，时间也变得觉得哎，过得很快，又可以达到效果，多好啊！才十而已，十哦，真的吗？十一，十二，好，先等一下，来，我们来个变化型，好，拳击有氧，上次记不记得？哎，大概记得。来，这时候会变成是来你压着我的腿，压着你的腿，对，你就直接坐上来，压着我的腿，这样子，用身体压也可以，用身体，好，对。然后因为你的手你要伸出来，对，然后你看哦，比如说对，你就这样整个坐上来之后，哎、okay. ，像这样子对不对、嗯？我是不是可以上来，然后 one t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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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再下 ，OK one two three four， 好，有没有转腰拳击？转腰，所以你看哦，来， hey. 我来当下你的这个位置来，好，你先躺下去，我躺，对，你就变成是你双腿可以这样夹紧，好，好来你上来。万错！我推的这么后面，你是不是等下上来？哦，对。那如果说今天对方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好，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起来？万错！对，打完就下去了。哦，听我口令哦。好，文亮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让大家喝口水。相信大家已经把这些动作记熟了哈。下一段回来一起来运动，休息一下，运动。运动活力 Easy Go， 哎，现在在拍杂志嘛，老师？我是杂志封面。杂志封面，哎，运动做久了就会让你有这样的线条，对不对？让你拍杂志的感觉。OK， 好，我们继续运动吧。刚教到那个 boxing， 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继续把它做完，好不好？好。怎么做呢？像我的话，我就可以运用我的大腿内侧肌群，我可以把他的腿夹紧。OK。好，那你可以下去。下去。像如果女生她如果腹部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的时候，男生可以这样过去一点，稍微手伸出去一点，辅助一下，所以他是不是可以上来，不用动这么多？对，对不对？那千文你已经动过运动了，对不对？可以，我可以挑战这个，我的手在这里，在这里 okay, ，Go， 来，一二，一二 ，One two，One two， 没有，听我口令哦 ，OK， 好，来 ，One two， 来四个，一二三四，啊，四个，对，一二三四，好，下去，好，然后接下来你知道吗？我们要喊到20。没问题，这个叫金字塔系列。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好，下去，好，来继续18个，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很好，好，反正这样循环嘛，对不 对？就比如说这样24 6 8 10，这样出去打到20个，然后再从20个打到二，哎，这很好玩哎，对不对？是，对啊，而且我跟你讲，打到后来你知道会生气，因为实在太累了，还没结束啊，没错，快点。然后你知道吗？像网络上现在不是有一种那种情侣运动，是，他可能就比如说来你上来，嘿，然后我可以这样假装你上来，我可以这样假装给你亲一下，对不对？有没有像很多这样的运动？对，因为有时候运动我们是还是要去鼓励的对方，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就不要了，OK， 不然这样画面不太好看。是的，好 ，OK。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再帮观众朋友们再复习一下，从头到尾，好不好？要从胸吗？从胸，好啊。我还心有余悸。OK， 老师你带我们做。没有，哎，深蹲先，深蹲先，好来，那就是一样直接蹲，然后轮流蹲，好不好？好，好来，我先哦。好，来 Go Go， 有没有？上一次我们是有教这个动作，对，来下下。那其实你们动作之后熟练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循环的运动？啊哈，对，就把它变成一组运动，把它循环的做。对，来再来。好，其实这做久了会流汗的，对不对？会。其实就是因为说你的全身的肌肉都有在动，然后温度提高，那自然会偶然会流汗。嗯，好来，是不是要稍微跳一下啦？好，来，来 Go。哎，轮流跳吗？一起吧。好，来跳，二，三，这个是我们最讨厌的，五最累的，六，七，八，加油，九，十，好，不行声，不行声，来，你要做简单的还是难的？先从基本的简单开始。好，简单开始，那我先吧。好，来，拉你对不对？对，好，来 Go。好，记得尽量帮对方把他的背整个打直哈。通常如果像这样子的话，也是不对，肩膀会受伤，这样子也不对，这样子脊椎会受伤，有没有？挺直，像辅助者在后面其实也可以做你的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拉背的动作，拉背的动作，对。好 ，OK OK， 来下一个，千文你示范比较高级的动作。哎，是什么？老师提示一下。就是我会把你脚抬起来。OK， 好，好，就不用走了，走了大家都知道了。好，好来准备喽。好，来 Go Go， 一、二，好，三，很好，四，五，六，千文体力不错哦。八，平常有在练啊。九，十，好 ，OK， 我慢慢把你放下来。好，好，记得哦，动作跟开始跟结束的时候。通常也是考验默契的时候哦，像一结束哦，结束了，啪就把这手直接放掉，不要这样子，会把这样摔受伤。好来 ，OK， 弓箭步，弓箭步，好，恰恰，恰恰，恰恰，好，我先往前，我先往后，好，预备 ，Go， 一，二，错了，三，动这只脚就好了，四，很好，五，六。七，你看动作做到后面，中间可以不用休息，直接抬起来，往前跨，对，有没有？十，这时候就是默契的考验，有没有？因为我怕我会太踩过去，然后会跌倒，然后你也是，对不对？对对对。通常看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去你的 partner 扶一把，扶一把，哎 ，give your hand， 很聪明 ，OK， 没错，嗯，我好喘哦。那我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就换到刚刚今天有教过的地板动作。地板动作，好来，好，地板动作今天有教的，先从那个屁股。屁股，屁股 activation， 哦，对对对对，这个好，好来哦，躺下去喽，好，脚，脚，好，预备哦，一样是十个哈，好，来上上，有没有看到上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保持整个是打直的 ，OK， 来下下上上下下上上，来哦，慢慢来哦，好，四，很好，五。没错哦，来继续哦，六，加油加油，好，哎，这个动作其实我在户外做啊，可以看天空，八，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芬多精，没错，来九九，来再一下哦，十，好 ，OK OK， 来肩胛骨运动，肩胛骨，我先帮你练，好，记得你可以其实就是两只手就好了，两只手好，对，来预备 ，Go Go， 一，哦，很好。千文，你要不要试试看把屁股也绷紧？好，一起起来，是不是？一二三，有没有看到？哇！然后我加上一个拉背的动作。哇！二三，这个强度是不是比较强了？四，你肚子有没有很紧？很紧。五，我更紧啊！六，七，你多重？八，秘密。七十二，八下就好了。有没有？像这样子，不但是可以练到我，也可以练到你。对对对。那我们要不要交换一下 ？OK 啊，来。好，勇于挑战 ，Come on， 没错，好嘞，好嘞，把我身体交给你，好，挺胸背夹，来 Go， 一，先从简单的开始哈，好，背小心哦，背稳定在那个位置上，三，好了，我屁股要夹紧了，好，四，五，六，七，完末，八，非常好，好，八下就好，没力，是几公斤啊？我跟你差不多，差不多。OK， 好，肩胛骨运动完之后还有什么运动？还有肩膀，肩膀，来 ，OK， 飞鸟，我先压你哈，好，那我们脚也可以像这样站，好，前后，来 ，Go， 一，很好，二，好，下去我会开始压你咯，好，三，很好，四，没错，五，六，七。八九 ，nice 哦，十，你看线条都已经爆出来了，对，都有线条了。来，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做到一点晕头转向，我们的肚子吧，肚子 ，OK。来，其他先从拍手开始哈。好，来，这个就是看是说，对，怎么样去互相去配合，就是可以把它勾住，勾住，对。好，然后记得我们不要那个屁股凸出来那块骨头直接坐在上面。屁股凸出来那骨，我们屁股有一个尾椎骨，尾椎骨，你就是不要像这样直接这样坐着，这样其实不要这样坐，对，会压到会不舒服。OK， 所以其实我们屁股后面有一个比较平的一块的地方，稍微身体这样往前一点，往前一点点。但是观众朋友们记住哦，我们坐肚子的时候，我们身体不会是像这样这么直的，嗯，这样是把压力施加在你的脊椎上面。脊椎上，嗯，当我们身体保持弯曲的时候，
我们的腹部才会有用到。哦，对，弯曲的时候你的腹部才会出到力，可是如果是直的话，反而是你的脊椎出到力，这就会造成脊椎的伤害。对，所以造成，比如说一开始说我们在做胸部跟背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是不是都会要求说一定要把背打直？对，但是做肚子的时候，脊椎是一定要微弯。微弯，哦，对，好，这是一个 point。所以待会你看上来的时候，一定是像这样子，脊椎呢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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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卷上来，对，不会是像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看起来也怪，就觉得好像对啊，这样子性脊椎炎一样。对，这样的话，其实你的骨头其实也会不舒服。好，来，我们准备开始哦。Okay. 好，来，预备 ，Go！ 一，保持微弯哈。好，二，三 ，Yeah！ 对，四，很好。五，有没有顺便转动身体？对、哦、好，七，这可以练到侧腹，对不对？对。八，因为旋转肌群。好，九，十，十一，到十二好了。好，十二。好 ，OK。好，那我来示范一次，从二打到二十好了。二打到二十。对，你帮我挡，我打好了。Boxing。对，好，好，你要压着我，记得大腿内侧把我夹紧。好，来哦，夹紧了哈，夹紧了。你手可以稍微放后面一点点。这里。在后面，你这里可以稍微往后。这里。知道。好，这样子，好，这样 OK， 看。OK。One two， 下去。好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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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好，直接打死他 ！Come on， Come on， Yeah！ 你就倒啊！下，好，好，示范结束，示范结束，换你，换我，换我，好，来，最后来一个 boxing 结束好了。好来，好，我们这个位置 OK 哈？可以，可以，可以。好来，One two， One two， One two。好，来直接三四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十六七八三十二。你就发现说你在打拳的时候肚子一直是在绷紧，然后在外加旋转，而且有点用力，对不对？对，有点用力，然后旋转这样子。是，而且三四五六七八，对，是不是？哎，休息。来来来，刚一开始准备的毛巾，现在派上用场。来来来来来来来。擦个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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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个汗。哇，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廖老师教我们这么有趣的一个双人运动啦。哇，记得我们双人运动强调的是什么东西？信任，双方的一个信任感，信任，对，还有默契。嗯哼，我们可以在运动过程当中是好玩，嗯哼，开心，但是绝对不能是儿戏。对，就像我刚才有示范，就是比如说。你突然把我拉了快一点，我是蹦就整个跌下去。会跌下去。对，那如果那个时候是因为是肌力万一不完整，或是米要没有那么强壮的话，嗯哼，就是头着地啦。对，会受伤，所以千万要头着地之后，他起来，不是他先受伤，就是你先受伤。所以信任呢，这个问题呢，一定非常重要，对不对？要以认真的态度、轻松的心情来做这样运动，没错，才能够事半功倍啦。那今天也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谢谢。那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一起运动，活力一起动》，拜拜。拜拜我们继续摆 pose， 继续，我们觉得我们继续运动好了，好，继续 boxing， 来来来，我觉得可以跑到一百，好，打到结束，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十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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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